12点半了哈。那我上一次在4月2号哈主持的时候，我也跟各位报告嘛哈，我前一天我自己有到现场这个大街小巷到处这样去看，也把那个20几号2月多的时候的讨论，他们提的很多问题啊，我尽可能在那边做一个现场的了解。好，那天我也报告了，后来有也感谢有一些民众啊，他也觉得说，这样很好哈，这个也有去看，因为我主持嘛哈。那第二个就是说哈，很多的这个讨论哈，我在我的那个我们那个专案小组的结论的第一条，刚刚也有一一回应嘛哈，就有些顾虑，有些发想，不是现阶段就可以这个定案。好，比如说我讲日照，那我也有打电话给那个邵科长，我说，我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啊，我有提说是不是做点模型啊，这个模拟嘛，你拿个灯光这样照，因为我是回应我们那个陈情的，有一位先生嘛，还有一位女士啊，我很仔细读了他们，他们是建筑专业，大概有高人也帮他们这个出主意了哈。所以他讲的有法规的这个规定，今天又提出更多法规的这个细节。另外，他们也有一些，好，从他们切身的一个忧虑等等哦。所以呢，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回应他，我才有说要提这个有一些模型上的这个，如果能拿出来。可是我也接受都发局的一个讲法，第一个，这个我也充分了解，如果你的配置啊，给它的这个容积这些都没有定案的时候啊，很多都是假设的。哦，那今天呢、啊，就是第一个牌打出去的时候，就说，我就是要这个容积建蔽是多少。好，那你这个确定了以后，建筑师他才有办法去做设计。那设计的时候呢，他一定在都市设计委员会讨论的时候，才有可能说，那你准备把这一栋建筑物坐落的详细地点在哪里？那这个时候如果来讨论说，这样子法令上规定冬天不得少于1个小时的日照权，那法规已经有了最低限度了嘛？哦，那么这个最低限度，今天当然又有人提说，我们不接受这种只有1个小时的，那不晓得多少个小时，或者是我们觉得还不够，退缩30公尺还不够，还要再退到50、60等等。那我在这里我就必须要，很严正的跟各位报告，就是说不要在别人的场域上把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想法发挥到极致。好，这个我想最近很多社论也提到这个问题，就反正这一块工地，我要怎么想就怎么想就怎么要求。那这样子就有点失掉这个好像说理性探讨。那有法规，法规是最起码的保障，有都市设计，那都市设计的时候就可以叫他把那个建筑物去瞧嘛。好，这瞧了以后，如果也不损害我们要盖多少户或者是多少高，你就是在那个基地移来移去，所以它中间又有什么树群已经在那里不能破坏，那边又要有三面退缩。那我跟各位报告，敦化南北路中间的那个绿带啊，是8公尺宽啊，我的记忆好像是8公尺宽。现在如果说连道路合在一起，退缩30公尺，差不多接近4个绿带的宽度，大家是不是觉得还不够？最好这里通通都是公园。那一方面又从另外一个场合说啊，要有这个青年的什么这个住宅啦、什么政府都不管啊什么等等。所以我觉得我那一天我们专案小组也非常仔细的听了大概快到3个小时，我觉得今天提的意见没有超出那一天有更加什么样的意见，基本上可能就说你这样子，那我就要求再多一点，那我这个尊重。可是我基本上我就觉得说要余衡很多的限制条件之下，我觉得这个提案应该是可以，所以我那个时候非常慎重的去考虑，我用建议容积率可以恢复到400，我没有说容积率400，因为我们是专案小组，我们还要送到大会来，由其他不是专案小组的委员再讨论，所以我在措辞上我是用建议。好，再来就是说
在这里面我还是要请大家稍微要有耐心，因为你提的环评、提的树保、提的这种建筑配置，都还有委员会讨论呢，最后发照的时候还有建管处要就发照的时候的建筑技术规则所规定的，比如日照冬天要有一小时或者是多少，那这些都是最起码的把关都还会有。那当今天大家这个不辞辛劳的每次都来这个发言的这个两三个小时，我是钦佩大家了。那我们也大家也感同身受。那我现在就必须还是要回来提醒大家，因为我就是有去现场看了以后，我实在很抱歉，我觉得附近的那个居住环境真的是有待改善。那么就由这一张这一个案子的开发案先来带动，如果这个地方绿地这些东西都出来了，我敢讲你将来这个地方更新的那个筹码更多。为什么？我面临公园，面临商业区，面临空地附近有捷运， 你要更新的时候你的价格都增高嘛。啊，如果说大家去看了以后，这个案很多人建议说今天先不能讨论通过啊，这个要等什么问题厘清，那我会觉得旁边的东西啊很可惜，你将来捷运要做的时候，你一定要一起赶快就配合哦，赶快我们就也开始在动，否则等到捷运盖好以后，你这里才敲敲打打。那么日照的东西，我也提醒你的左邻右舍，那些日照上面的违建，都把那个窗户都关得黑漆漆的，那些东西是最实际的啦。哦，要去争取的就是左邻右舍，大家设计的时候有通风，有开放空间。那这个地方我相信我们市政府已经这个真的是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努力。那最后还有一点，好像很多人还是一直说社福用地这个可不可以盖住宅。那我刚刚听来的就是以前不就是有500多户的，那他不就是他就是住宅了嘛。那今天突然盖了1500户，大家就说你不可以，你机关用地不可以。机关用地是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是大有为政府，好像这种老人照顾也要由政府机关社会局哦去开去管理，所以大家都觉得给大家造成一个很粗陋的。可是我相信我们台湾人现在很多的这种设备，很多这种东西都非常，不过我不替政府去讲怎么样了。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一类的东西啊，本来就是，所以当初你们一定要把机关用地改为210，其实当初我是自己在猜测了哈，你们听了就参考，因为下面是 BOT 啦，那你这个你那个要求的那个住宅的那个建容积率降到210，其实某种程度上你也是有成本啊，如果你也要求它盖得很高，到时候你整个投资也都不来嘛，因为你都是包在一起的嘛。那所以等于是我们自己做了这样子一趟以后啊，你现在要回去的时候，大家就回来质疑说，我觉得话机关用地本来400，以前国宅都是这样子盖嘛，哦，所以这个我真的是觉得说，如果所谓的还沟通不足，不如叫人说。是大家对资讯上真的是，那我们不能要求老百姓这个市民说对我们的法令规章啊现成的案例都有好。那我真的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今天经过这样子，他们大家在提的问题其实那天都已经都提了，而且我感觉感谢大家的支持啊，火力大为减少了，意思就是大家都已经心领了啦，哦，都也可以接受了啦。那最后我还有一点呢，啊，我们那个两个里长，因为里长他基本上也是代表非常多的这个里民的意见啊，哦。那我是建议啊，假如可以的话，我们副市长或者是市长亲自前往拜会，让里长们就是说啊，哦，这一方面是怎么样啊，哦？否则的话，我也听我们那个里长也是一再诉求说，哎，市长当初怎么讲的，怎么都不来？那我的理解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市长为了表达说这个政策的支持，我也建议我们的高层啊，就请啊，这个已经脱离都市计划的层次。不过我不希望那一类不是都市计划的问题回过来影响都市计划的专业，所以在这里我还是重申，
我们专案小组的这个建议，我认为恢复成400，何况他刚刚讲嘛，332甚至都还盖不了那么多，而且将来还可以敲来敲去，有很多弹性都在背后加强监督。后来的有人来说，哎，我们开会也不能去啊，我问了，没有啊，你一样可以去啊，都市设计委员会的时候你一样可以去坐在旁边表示意见啊，不可以吗？我想局长今天好不容易哦，这个今天来坐在这个地方，那我知道都市设计是 你们都发局局长这个主持的嘛，那可不可以就是说到时候有意见也可以在那里就给大家看，到时候模型什么都有开发单位。那我是觉得刚刚的那个环评问题最权威，以前我在经建会服务的时候，所有国家重大建设，我们的环保署的副署长，科长啊，现在来当这个副局长，他讲的话就是所有的委员，就是环保署的，就是权威，你解释的就是这样的，而不是那个凭意识形态，那没完没了，什么东西都弄不下去了。所以我是建议说，我们专案小组建议还是可以试吧，但是以后很多委员们啊，他们关注的，我是觉得是转化成都市设计的 guideline， 就是说我们可以接受的啦，就变成一个那个 guideline 嘛，你就是说都市设计审议的时候，我们都委会已经有这么多的意见，我整理下来这些东西，都市设计委员、环评委员，你知道另外一个高层的一个案子，就已经有过这样子的共识。好，那么在这里我真的是觉得一个很无奈，就是说好像很多的问题大家都把它寄望在都市计划委员会去讨论，那我们也不是市长，也不是市政会议，所以有时候我都跟我们委员说，哎呦，那我提的这个东西会不会这个点子好像我自己在当局长在当什么，那我是觉得这样子逾越了委员们自己的那个该有的那个分寸啊，那我们也乱出点子，然后说啊，赵委员的意见通过，然后回去再检讨检讨，再来又是三个月了。这个东西我是希望我们今天在场，我其实后来都认识他们以后，我觉得他们也很可爱了，他们对我这个私下大家互动都非常好，非常感谢。可是真的是支持这个案子，赶快通过，这里就变成台北市的一个亮点嘛，那附近的整个地方就跟着发酵，跟着带动。那我们为什么不赶快看到这个案子去动呢？然后就一直拖了95年到现在。我大家前面的那一段我不要讲了。市府已经都收回了，市府自己投资自己做，捷运马上就拉到这里，这个看得到未来的远景嘛。好，对不起，这个已经讲了15分钟。好，主席，是不是我再报？